咁我哋 CMA 廠商會檢定中心咧，今日就受到艾高教育嘅委託啦，就做一個第三方嘅檢測。咁就睇翻咧呢個教育中心咧，喺做完一個全面嘅消毒服務之後，佢嘅空氣嘅表面細菌啦、空氣中細菌啦，同埋二氧化碳嘅含量咧會有所改善嘅。咁我哋咧做完之後咧，就會再發出一個 IEHQ 嘛。咁呢個 mark 咧，咁就為期12个月嘅，你見到。咁其實就係即係而家坊間啦，好多呢個消毒公司咧，其實佢哋做完消毒之後都會有一個 mark 去出翻貼喺一個即係嗰個處所嘅。咁但係咧就即係佢 claim 啦，聲稱就會有一個持續嘅殺菌消毒嘅效能。咁但係就欠缺咗一啲第三方嘅檢測機構咧，去幫佢做一個現場嘅抽取樣本實證嘅。咁同埋因為佢有效期就12个月嘅，咁我哋亦都會咧定期每3个月咧就去翻現場嗰度去攞翻個樣本，睇下嗰個已經獲發呢個 IEHQ mark 嘅處所咧，係咪可以做到一個持續消毒殺菌呢個效果嘅？咁佢隨時可以 scan 入去咧，就睇到嗰個 result 嘅。咁呢個 result table 就會顯示翻當時啦。inspection 做 testing 嘅時候，係空氣嘅細菌啦、表面細菌啦，同埋二氧化碳嗰個含量係去到咩 level？ 因為其實我哋個 mark 咧就有3個 level 嘅，咁就係講緊 good 啦、excellent 啦同埋 supreme。咁就睇下依個處所做完消毒之後，可以達至咩一個級別啦？依個 mark 咧就俾到公眾啦，或者係就算係艾高教育嘅本身員工咧，都多一份安心。二六一五，二二六。